大家好，我是高伟光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成都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公园城市，我心中的大运会开闭幕式应该是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盛会。欢迎你来成都参加大运会开闭幕式的创意文案征集活动，成就每一个梦想。百万大奖等你拿，豪华旅游免费领，搭档世界顶级导演，在成都成就每一个梦想。